那我忘记是在哪一个地方才可以看得到我。好，如果看不到是 cue 我一下，可以吗？我们稍微往这边一点。啊，对 ，cue 我了，谢谢。对对对。好，我今天也尝试着在我们第一次的音乐会上面不要用麦克风，是因为这个场地我们第一次来，然后我发现它的共鸣的效果非常的好。所以我就尝试着我们用麦克风。好，谢谢。先跟大家早安。早安。像我们音乐会要开始之前，会有一些例行的提醒。第一个就是，如果手机有开的话，麻烦请开震动。然后呢，就是请示，如果乐曲正在进行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洗手间，麻烦请忍耐到那个乐曲结束的时候再移动。好，这个是我们一直在音乐跟孩子一起工作的时候，一直让孩子他们练习要非常有意识的表演，尊重观的是尊重表演者。所以我们一直在练习的是，如果你需要移动的时候，麻烦就是请乐曲结束的时候我们再一起移动。那我特意的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一场的演出我没有准备节目单。我没有准备节目单的原因是，我们都来自于华德福学校的居多，我们需要一点弹性。我们的弹性不是这样，是这样。对，所以我刻意的做了一些调整，就是我这一次不用节目单。那我会先说一下底下的顺序是什么。那如果你知道你接下来可能是你，那你可以先来前面预备。如果你忘记了，我也会提醒一下，没有关系，小声的说。好，那我先说一下，我们前面第一个节目就是我们最大阵仗的李阿琴。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节目，那这个李拉琴是我们的李拉琴的老师们跟孩子们一起共同的合奏的一首乐曲。那第二首乐曲，第二个节目呢，就是只有老师们的李拉琴。第三个节目就是只有孩子们的李拉琴。第四个节目呢，是只有两把李拉琴。第五个节目就是易如老师家的节目。第六个节目是国耀老师跟博琴的节目，那是第六个。好，第七个是元亨的小提琴独奏。第八个是洪璇在第八个小提琴独奏。第九个是子怡，忘记你的那个真正的名字。我都叫小名叫惯了，姿颖的竖琴独奏。然后第十一个是姚家的长笛。第十二个是英伟跟姿颖的长笛跟钢琴。好，接下来是陈正钢琴独奏。然后十四个是英伟的钢琴独奏。陈正是13，然后英伟是14，15是姚家的钢琴独奏，16是元亨的钢琴独奏，16，第17个是志宏老师，志宏老师的钢琴独奏。第18个就是我们 Vicky 老师家的 singing。喉咙独奏，我有一个唱歌的表演。好，第十九个是长月，王高的长月在这。你站起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往后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会动。因为你很高，他可能头会顶着这里，所以你一定要往后站。这是第十九个节目。好，第二十个节目是我们的陈琦，是
他没有在里面。横琴，钢琴独奏，他可能在外面准备。好，好，等一下，以上我们会有20个节目是等一下会进行的部分，那我们就准备第一个节目。